在我们2月1号上任到现在啊，提供的各种协助服务哈，特别在防疫方面，我相信大家都费尽了心力。那我想我今天针对您的报告里面呢，也想要就教，就是说在国外我们也看到，不管是伊朗啦、法国、意大利各个地方，都传出有国会议员或者是首长哈的这个因为染疫然后必须隔离啦，或者是进行治疗。那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报告主席的安排一定是希望说我们也能够尽早的提出防范，或者是做出周延的一些准备哈。那我想今天就先进入立院啊，因为立院我来这一阵子发现其实这边的工作人员跟出入人员是非常的多的。那我们有没有量过以一天的记录来讲，像就以今天为例，进出人次量啊，有高达千人以上还是上万人次哦？就进出的这个，我们大概原则上大概一天的进出大概就是1000到2000之间了。这是人嘛？那进出呢？比如说我进青岛港哦，我就大概一天走8次嘛。人次有没有记录？没有特别记录人次了。是，那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员警在第一线，他量这个，他就是看这个贴纸嘛，所以如果没有贴，他就说那再一次，再量一次，就是说这个贴来贴去哦，所以看起来就是整个防疫都是靠关口的这些员警同仁嘛，那所以这一部分不晓得我们立院有没有对我们这些员警同仁有特别的加给，或者是给他一些相对的这个奖励啊。这个是我们哪个单位的？我们总务处。总务处是。看委员报告哈，目前警卫队执行我们一些相关的防疫措施勤务里面的话，它的加级还是跟以前一样，并没有说额外有增加。是是，所以我说，我常常看他们在光这个进出操作动作，一定比其他的行政单位哦更吃重。不管进入行政院，人数没有我们多吧？到各部门部会。进出也没有我们多，所以立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域的哈，所以是不是说秘书长也可以帮我们的驻警？好，我们来考虑一下看，对于我们辛苦的严谨哈这段期间的执勤，我们考虑应该给予他们适度的奖励，或者是一些奖金的发放。是，谢谢秘书长。我们会来考虑。好，那另外就进入到有关异地办公或者是这个分区分组的一个部分哈。那我们查了一下资料，不管是总统府或者是经济部哦，总统府他是考虑说分区分组，那当然空间跟我们不太一样啊。那经济部他也做到部长跟次长可能会有分时段来做一个办公的一个调配。那我知道最特别的是像中央银行啦，他说他们会到桃园的造币厂分地办公这样。那卫福部更不要讲了哈，还有包括内政部啊，或者是银行。其实银行很早就在启动他们的异地办公跟人力备援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立院自己哦，因为我看我们的空间加上我们这种空气流通性，这个空间其实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要必须采取的话，那不晓得是我们哪一个处室说，这个异地办公在立院啊，我是讲工作同仁，不是讲委员的哈。那这部分的规划是有没有其他的空间来做出？我们现在立法院又以我们的空间有限哈，我们要异地去找另外一个场所办公，或者是我们现在是有它的困难了。是，所以如果万一我们这边有状况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可能采取像有刚刚几个委员垂询的，就说我们可能就是会用视讯的方式来做开会的处理。好，是这样。那视讯假设有一个议员啊，国会这个委员啊，他这个必须要隔离的话，他在家也可以接触到我们资讯方面的这个视讯会议吧？没有问题。好，所以我想大概空间上我们很难，可是在这个资讯的这个功能上面哈，应该是可以做到位，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好，是我们有做准备了，是必要的时候我们才用，但最好是不要用到。当然、是好。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知道的，我们整个立院的这个防疫里面最
直接就是出入口的这个筛检嘛，对，量温哈，然后呢，空间上我觉得这个空气的流通是做得不错，然后大概是个人保健，我相信立院跟行政院在这个资料上面显示的都是一样。那我想我最后一点时间比较是要想，是不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接触人比较密集的一些工作同仁哦，他们在防疫上面的 SOP 啊，比如说。公车的驾驶，好，公务车的驾驶，就是我们这些坐车的驾驶，还有我们会每天到办公室清洁的这些同仁啊、哦，还有收发科的同仁，那这些都是我的助理跟我特别提到这四类的人呢、哦。那现在在我们的 SOP 的流程里面，有没有特别给他们加强？卫教或者是给他特别的一个防护的一个资讯，有的，我请我们总务处这几个刚好都是总务处他们的人员，是嘿，是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立法院里面对于在密闭空间从事工作的服务人员，基本上我们是以服务人员为主哈。像有几个地方，像是医务室、会客室、出纳科、会议室、图书馆、台银、邮局、福利社等地方，我们都要求我们的服务同仁里面都要戴口罩。那这一部分里面，我们的相关单位里面也都配合在做到，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要求我们的服务人员一定要戴口罩。至于其他同仁，并没有硬性的要求。第三报告。所以他们的口罩啊，刚刚也提到，你们当时就是说有去。这个争取了40盒，是不是？是。那现在剩22盒嘛？是，是的。在这个配发的这个需求上面哦，我不晓得这个我们立院跟中央的其他部门是不是都一样的。这个配发的，跟委员报告哈，立法院自己本身原来医务室有10盒的口罩，再加上跟疾管局要了40盒，总共是50盒，是。那么目前是剩下22盒，那么我们使用的话，并没有配发给我们同仁，因为配同一定不够用，所以我们目前是说，比如在会议室里面有咳嗽的症状，但是没有戴口罩，我们在紧急提供，只有这些症状才提供。那当然，我们有提供一些给我们警卫队的同仁，在第一线的同仁里面在做使用。所以目前剩22盒，确实这个量哦，跟配发当然也不能说好像我们就有特权，好像可以要求配发。可是有一些特别的工作者，我相信是你们有权利要求配发的哈、哦。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公务车驾驶大概是有69位嘛，是好、哦。那他们在跟这个委员的这个开坐车的时间平均起来，我相信一天应该超过6小时左右啊、哦。那这样的一个工作密度跟空间，基本上我认为配给他们是必要，而且是雇主的义务。在治安法里面的277条设施规则也强调了，雇主要配给这样的一个人呢必要的防护措施跟物资。所以我是很建议我们立院可以用治安法的方式，给这69位司机哈，看是一周你也一样是2片，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去排，他可能家人也没有帮他排，所以他终究还是没有。像我的坐车的几次有戴口罩的几率只有1/2，那通常就是我戴，他不戴，那他戴我也戴，那他戴我不戴，就是终究互相保护啊。所以我很期待，就是说这个公务车的驾驶69位啊，能够争取给他们一周起码2片。那我认为这个是雇主义务可以要求的啊。那这个也是秘书长、副秘书长可以帮他们去争取。好，谢谢。那第二个比较是清洁人员啊，因为他们接触的这个空间都在委员会委员的办公室不同间去做巡查。那我知道目前的人力大概也只有60-70位。对，好，那这个当然他的雇主是第一社福基金会，那我想立院是不是也争取帮他们这样的一个社福团体呢，也争取给清洁人员还有我们的坐车司机哈，可以有这个权利。那我相信用治安法这个绝对不会引起社会上说我们好像使用了什么特权来争取，好不好？这两点请大家谢谢。谢谢赖委员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我想我们会来按照这样方式来做处理啊。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哦，我也就叫我们立院有成立一个性别工作平等会，有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们在上一届的第一会期就成立了。是，那我们有收到要指派这个委员嘛？啊，那我们党也有一个席次，那我本人就被遴选为性平委员。是，那因为
昨天是三八妇女节嘛啊，所以我也很期待说我们立院呢真的能够照当时成立的目标呢，来让我们在职场平权啊，或者是性别友善，甚至是性这个相关法规的这个推动的时候，可以有性别影响评估。那这部分是不是我们在法制局或相关的单位都有这样的一个处理？我们都有，比如说任何一个法案出来，我们都有针对性别平等的一个评估报告。好，然后我们对于性别平等每次哈这个性别平等委员会开会，都会做一些建议跟一些应该要有的措施等等。那只要委员建议的，那只要可行，我们就全部都来执行。所以现在进行的还算是蛮上轨道的。谢谢。那什么时候会开这个届次第一次会？什么时候呢？可能我们组成之后很快就会开了。好，谢谢。谢谢。谢谢赖委员。接下来我们请。